拜拜。齐拜拜干嘛呀？你猜呀。齐拜拜，我可以上图书馆。去图书馆干嘛呀？我翻书。哎，哎，平，嗯，哎，你还是给你姐姐打个电话吧，啊，最后确定一下。确定什么呀？20万到底写谁的名字呀？我们家这边出大头的。啊，当然是写我姐夫的名字了。这人家单位集资，你写咱名字，人家也得认识不是？写你姐夫的名字算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笔钱结构这么复杂，我们的、我妈的、我哥的都写你姐夫的名字，算怎么回事啊？这样不行的，万一以后出事，一点凭证都没有。亚萍，让你姐夫写一个字条过来，听见没有？行行行行行，我到时候替我姐夫写啊。你写算怎么回事？你是我老公的，要你姐夫自己写，要让他写明了融资或者是借款，利率怎么算都要讲清楚的啊。你整这么复杂干什么呀？不整这么复杂，以后扯皮，大家连亲戚都不要做了。瞧你娟儿，本来挺好的事儿，你们太精明，你知道吗？都是一家人，何必呢？弄弄不舒服。别呀，你舒服了，我们不舒服也不行啊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借条我是一定要要的，要不然的话，我明天就去把钱拿回来还给我妈。哎，别，得，我现在打电话啊。定了，不是那什么，还有最后一个小问题。哎呀，你不要吃我的了！哎呦我去！哎呦，我都快死了！我准备出城了。别理他，别理他。这么着，您别着急，您去哈尔滨找个大医院再看看，啊？钱您先甭，啊，好吧，行，随时跟我联系啊，妈，千万别急，哎。胸积水，不知道有可能是癌。哎呦，那现在怎么办呢？等吧，等能查出结果来再说。我说呢，我说你爸爸那时候怎么咳得那么厉害呢？你看他像要咳死过去的样子。你呢？呸呸呸呸！
说你，别紧张，说不定没事情的哦。